有一阵子我很爱玩 beatbox， 可以小秀一段吗？哇！思成输了，他的比我的精美啊！我只能。怀浩的哥哥其实就是怀秋，怀秋世音这个大嘴巴团体。然后我就带着哥哥一起陪我去。原本是你。对，然后制作人、老板他们看上我哥，然后我就在那边。OK， 这个感觉。帮 QQ。今天 MV 的主角又来了，黄城邦，欢迎！耶！城邦，我真的给你一个机会，演个戏，吵架，架完以后和好。我真的是屌给你的，你看，很适合你啊。你喜欢的是他，对吧？可是，对啦，我也喜欢他。我不要！这个比方都长得好恐怖！怎么会这样？而且还是怎样啊？最爱的颜色，你总是看见自己。就让快签字。